回来了。欧校长，我事情处理好了，今天开始回来上课。来得正好，上课的事先缓一缓，现在先处理点事情。哎呦，改口倒是改得蛮快的嘛。哎呀，你们俩也不用隐瞒了，你们俩的事情嘛，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呀。只是没有想到那么大的沃顿学校还开后门。沃顿国际在选拔师资上有一套严格的系统，林老师跟其他老师一样，也是经过严格的考试应聘进来的。至于说到我跟他的父女关系，这在学校的高层都不是秘密，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才没有公开。哎呀，你是校长吗？你怎么说都可以的呀。你这么偏袒他，你还说不是假公济私啊？不过你们不处理也没有关系的啊，我们会联合学生家长罢免掉你这个校长。您这样做是您的自由，我作为校长不能平白无故的处罚我的下属。还有一点我希望你清楚，我这是在保护我的老师，而不是在保护我的女儿。王总，您认识学校的高层，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求证一下，看看林老师是不是走了后门。这我不管，我只想问你，我儿子的事学校准备怎么处理？现在有两个方案。第一个方案，按林老师之前的建议，您接受萧寒爸爸赔付的医药款，这事儿要画上了句号。第二个方案，您是怎么去给保安施加的压力删除了资料，我已经清楚了。这个 U 盘里边有当时的录像的这个备份，您需要看一下吗？还是看一看吧。不必了。欧校长，你确定这件事就这么处理了？好，这个钱我就不要了，捐给校医药室吧，好歹补充一下你们学校应急药品的储备。谢谢您的慷慨。哎，你不能走的呀！这件事，暂时就按欧校长的意见处理。那您还有什么事吗？当然有了，林小欧迷惑学生早恋的事情嘛，你要给我个答复的呀。我这事儿可不能乱说呀，这有关老师的声誉，也关系到会影响孩子的隐私和他的名誉嘛，对吧？看来我不拿出点真凭实据，你们父女俩是不会承认的，是吧？好，等着啊。他到底想怎样啊？你看看，你给我捅的这个娄子。喂，咱那像个男人似的吗？正面 PK， 背后施加压力算什么本事？学校怎么处理是学校的事，你不用冲着我来。话说回来了，你要是有本事的话，也可以用你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去给校长施加压力啊。还真当自己是特权阶层了，把孩子送这儿来上学就当是贵族了是吧？看来沃顿还真是乌烟瘴气，鱼龙混杂。看来我有必要建议校董事会好好筛选一下生源了。这个您还别费心了，本来我儿子想退学，我还劝他来着，现在看没这个必要，跟你们这种人在一个学校里边丢人。普通话，一张铁嘴。哎，老师好啊。啊，周周，周周，周周，你过来，我们在上课，你干什么？周周，有事找你，快过来，快快。妈，干嘛呀？周周家长，你干嘛呀？不是不是，妈，
人证我给你拉过来了，物证我也拿过来了，你们家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啊？这是什么物证啊？妈，你怎么能随便翻我东西啊？我要再不出手你就毁掉了，你每天都在画画画画这个画像，你画了多久你知道吧？周周妈，你不能这样侵犯孩子的隐私的。你们就不要说话了啊！这个画的是不是你啊？是不是你啊？你心虚什么了？我看这不像林老师啊。这还不像啊？这神态什么都一模一样的嘛。就算不像，那也是你技术不好不到位。妈，我画的是你啊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我以前那个温柔可爱可亲的妈妈去哪儿了？周周，哎，周周，怎么了？没事，那叔叔肖寒在家吗？他找工作去了，你要找他打电话也行。你们校长室在哪儿？那边。啊，谢谢啊。您看，这不是天大的误会吗？维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，这对家长、对学校，都是个很重要的课题。她是你女儿，你当然要包庇她的了。这件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的。我查清楚了再来。您是？啊，那个，我是一个学生家长，那学生是肖寒。哦，您有事儿吗？有事儿。前两天肖寒跟王一夫打架了，咱为什么处理的时候只让肖寒写检查？那是已经处理好了，肖寒不用写检查了，也可以回来上课了。处理好了就好了，但我们也不回来了，我们准备转学，我们觉得跟这种所谓的什么贵族天天在一块儿吧，丢人。啊，这位家长啊，王一夫家长啊，只是个个例，他不代表学校的态度。况且肖寒在沃顿国际啊，已经上了好几年学了，成绩一直很好。谢谢校长对他的评价，但是我们呢，就不打算在这儿待着了。我们是觉得跟那种什么所谓贵族在一块儿，有点丢人，就希望咱们转学档案上啊，上面别添什么莫须有的罪名，希望他清清白白的就好。这个事儿，现在好，多方家长都不满意，都来投诉，这说明你这个当老师的根本就不合格。好吧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先停职反省。不用停职那么麻烦了，你直接开了我吧。我不是那意思啊，我。林老师他挺好的，林老师他有责任心，有爱心，专业素质也好，您可三思啊。是不是因为今天我来了？啊，您是他爸是吧？可能是您是作为父亲，对他可能要求严格了一点。对不起，这是下午，不是家务。我想让孩子转学呢，只是跟咱们这学校的理念不一样。但林老师他真的是个不错的老师，千金易得，一才难求。别因为一点点不重要的小事儿，流失了林老师这么一好的一个老师。
煎熬，越过流言和嘲笑，继续寻找生命的闪耀。除了唱歌还有其他的才艺吗？篮球算吗？我一直是我们学校篮球队的，也算是主要得分手。嗯，小伙子整体形象不错啊，要不先试试拍戏啊。你既然打过篮球，练过体育，长得也挺阳光的，我觉得啊，他可以往偶像路线上好好发展发展。我可以吗？那我什么时候来这上班啊？哎，这个你先别着急啊，先交2万块钱，然后呢，明天就可以过来了啊。不是，这2万是不是有点多了？哎，这2万啊，可不是押金，是公司啊为你打造形象的这个启动资金。首先啊，公司啊会为你拍摄一套全方位多角度的一个写真，然后呢，我们会为你包装一个全新的形象，公司把你当做新产品来打造的，收的只是成本价。喂，好久不见啊，哥们。你在哪儿？见个面吧。行。哎，这个生活真是千奇百怪。我才离开多长时间？一个星期吧，就发生这么多事儿。真是，作为学校的老大，不去镇场那真是不行。真自恋。其实呢，家长接货，你妈、老吴还有欧校长，对小豪老师都不咋地，各有各的变态之处。哎，小豪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你以前挺好的，我也不想去学校。你把这心思趁早给我抛开。我走上社会第一课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什么呀？没钱，寸步难行。真的，你说说看，你听说过帮人家打工还得自带活动经费的吗？哎，意思就是咱打工还得带钱呗，给人家。不，差不多就这理。不是，哎，咱找工作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哎，你实在不行你就求求老婆，你服服软，然后你回学校，你说我天天自己在学校待着，够无聊。其实真不是服不服软的事儿，是哥们念不下这口气。学校对我怎么样，你不也看在眼里吗？王一夫那事儿，我真是不想回沃顿待着了。学校怎么处理我的，让我对那学校都寒心了。我真不想回沃顿了。而且我现在觉得，学习知识真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储备社会经验。你看史飞叔叔现在混得风生水起的，其实呢，他连普通话都说不好，高中没毕业还不知道呢。这个不是什么当务之急，你总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吧？那靠老吴干嘛？老吴马上就要去澳洲了呀，我绝对不跟他走，绝对不跟他走。哎，你想啊，他要去澳洲之后赚的不比现在多，还用你自己养活自己？绝对不能再把赌注压在一个人身上。这么多事儿都过去了，我明白了一个人生大道理。我这个事儿要谨记一辈子，就是求人不如求己，靠别人永远不如靠自己来的痛快。以后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他顾他的事业，我管自己生活，我们两不相欠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找工作吗？你去快餐店看看呀，打个工啊，端个盘子啥的，干嘛非得在唱歌上？关我还问了呢，刚拒绝完我。我跟你说，人家未满18岁，根本就不要。我只能去各大经纪公司试。哎，等，你还是继续玷污演艺圈吧。哦，对了，下午没课，我陪你去见识见识你所谓的怎么拿钱买工作。
干嘛呀？看我认真做的功课，这是一份纯手绘地图。可这是现在咱处的位置，从这儿往西走，一直走，走到这儿，这是一家明星经纪公司。看着了。完了之后呢，你再往南走，走上南京路，一直走到头，再下去，在旁边叫和信国际公司，还没去呢。今天这都我要跑的地儿。喂，师哥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跟公司说了没有？我们这边正好有人在那卖房子，特合适。我要不要先帮你找着？心不急吧，我这儿一脑门子官司呢，晚点再说吧，好吧。奥达那边不是通知你应聘合格了吗？你还犹豫什么？这样吧，我今天啊飞上海有点晚，但不管多晚，咱们俩抽空见一面，好吧？行，晚上我去酒店找你。走之前，生活变得简单，时时刻刻都像是从前。我走之前，不需要挂牵，未来总有相见一天。我走之前，生活变得简单，时时刻刻都像是永远。我走之前，我相信誓言，未来总有相见一天。哎，给多少？给他拿张一百的。哎，小韩，咱以后啊，肯定比他唱的好吧？到时候多跑几家录音棚，多录几首歌，我搞一文案发网，绝对火。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？你看看现在歌圈都是什么样子的。哎，咱就说头号歌星，不提是谁了啊，综艺真人秀，你再看看那些选秀明星什么的，冠军开麻辣烫，亚军卖珠宝。不是，你看你都知道，你还往里钻，你是不是傻？因为我有那个勇气，前一天跟史飞叔去郊区巡演，大获成功，这次我得教育教育老吴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呀，好好好好，我马上打电话。今天瑜伽课我不上了，我请假一天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就只是回来休息一下。您去上课吧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妈妈要好好的陪陪你，你好好的跟妈妈吐吐槽。不就是叶欣那个混小子吗？要是这口气不出的话，妈妈打电话把他骂一顿。我跟他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您就让我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吧。我现在真没力气说话。下一位，欧佳明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我看你这表情是不怎么样啊，舍哪儿了？工资给的不高啊，对资历和经验要求倒挺高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谁一开始不是从没有经验开始的，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你看，还这么多地儿呢，大不了挨个跑一趟。算了算了，就今儿就这一家，又唱歌又自我介绍，没完没了，让我跟他们说话，我的嗓子都已经受不了。我现在算是明白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咱先找个地儿吃口饭吧。啊，行，我拿包。没，我来，我拿包。来来来，靠着。行吗？怎么了？这是凤城去一趟，去成这样。不是从澳洲回来的时候，飞机遇到乱流，这腰撞了一下，然后从凤城回来坐车嘛，坐好多个小时，加重了。哎呀，不是，那你这在飞机上受的伤，航空公司得赔偿吧？哎呀，飞机上我没在座位上，就不怪人家。行，活着回来就行。那怎么着，
开瓶酒庆祝一下呗。不着急啊，我还没决定要不要去呢，先别庆了。不都定好了吗？怎么公司不放你？不是，现在公司这个飞机遇到乱流呢，正副机长啊正接受事故调查呢，我怕我一说呢就给人家添乱，影响人家前程。这别人的前程是前程，你的前程就不是前程了。那你腰都成这样，这飞机怎么开啊？是啊，你别老仗义，你得想想自己职业生涯。我这都小事儿，就是小关节错位，养一养就能好。我飞机上遇到乱流呢，那一撞啊，哎，给我给撞明白了。我当时想说，萧寒呢不想走，我何尝想走呢？你说我走了，我喝不上咱这特别好喝的咖啡，也遇不上你这种怂人了，我心里有点别扭。那齐活正好啊，咱们之前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，进山、种菜、养猪、开养老院。你呀，你这个话有点糙，但是还挺有人味儿的啊。行，收到了。啊，但是我说一点啊，我得退出这个老男孩这个阵线联盟了啊。怎么了？这个林小欧最近不单身了吗？我得发动总攻了，好不好？你俩以后养猪吧，好不好？这样，开瓶酒，算是我这个动员酒，给你鼓劲儿。来，整瓶好的，整瓶好的。哎，你回来了？怎么样了？啊，怎么样了他？还睡着呢。哦，你先洗手，我去叫他吃饭啊。哎，别叫他了，让他多睡会儿吧。哎呀，你说吧，我们家女儿现在这个小心脏啊，真是备受打击。你这失恋还没缓过劲儿来，你怎么就把他又开了呢？我没把他开了，我只是让他停止几天，好好调整一下。是他自己提出不想干了。啊，那我去报一个旅行团，我带着女儿出去旅游，散散心。嗯。妈，家里有没有感冒药啊？啊，你起来了。爸。有，家里有39感冒灵，叫你爸爸给你去拿，好吧？嗯。啊，妈在煲汤呢，马上开饭。来，要不要我帮你啊？哎，不用不用，你先坐着，马上就好了啊。按时吃药，无论如何，身体最重要。慢点吃。瞧你这面黄肌瘦的，一看就是营养不良。这不正好吗？你就不用减肥了，还省得上健身房锻炼呢。你还是搬回来住吧，妈妈好好给你补一补。你现在啊，天天跟叶子在一起，也挺尴尬的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跟叶欣分手了以后，叶子什么态度啊？他当然是站在我这边了，又不关他的事，我们还是好闺蜜。哎，反正呢，妈妈看着心疼。你说你这孩子吧，再大大咧咧的，但是这分手总不是一件小事情吧？要不然你怎么会辞职呢？还不是受到失恋的影响了？妈，你这样每天叨叨念念的，我哪敢回来住啊？再说了，我工作这几年那么辛苦。老爸天天给压力，我可没好好休过几天假啊！现在正好就可以彻底放松了吗？哎，我会不会是因为太拼命工作了，所以导致女人味丧失啊？哎，你说是感情重要呢，还是事业重要？要我说呀，事业才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。说什么呢？这女孩子啊，要有一份好的感情，那才是最好的归宿。哎呦，我的妈！我们好好的吃饭行不行啊？好，好，好，吃饭，吃饭，多吃点，多吃一点啊。嗯。
要收回那句你不合适当老师的话。其实从爸爸当校长的角度看，作为老师你还算合格。我也当过几十年的教师，我深知这行的不容易，曾经受过多少委屈，多少吃力不讨好，甚至伤透了心。期间有几回我发狠，明天坚决辞职不干了。可你看我不是还干到现在吗？我承认虽然我辞职了，可我还真喜欢老师这工作的，跟学生们相处很单纯很快乐。是啊，可我觉得吧，老师就像火把，你得照亮别人的生命，带给别人正能量。可我现在自己都快熄灭了，还拿什么去照亮别人？好吧，我也不勉强你，等你调整一段时间想明白了再做决定。从小到大你无论是读书就业都一直很努力，爸爸呢也没有给过你特别的认可。这次啊，我就来点实际行动，这卡你拿着，不管你是想去深造，还是想去旅游散散心，或者疯狂购物发泄一下，总之爸爸希望你开心。老爸，哎，取款密码是我和你妈的结婚纪念日。你该不会是拿了老妈的小金库吧？没，这是爸爸背着你妈这几年攒的私房钱。本来想给你做嫁妆的，现在就算提前贡献出来了。那这里面有多少钱啊？自己看呢。您不要想用500块就想糊弄我啊！我刚刚感动的都快哭了呢。你开玩笑。谢谢爸。什么事？哎，今天欧校长没难为你吧？谈不上为难，他一向秉公办事，让我停职调整，自己决定去留。看来咱俩情况一样，就我也是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。我一直在琢磨要不要把萧寒带着一块去澳洲。你是他老师，比我更了解他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无论如何，萧寒是我的学生，行吧？那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我哪天就近在你家附近，请你吃个饭，听听你意见呢。吃饭就不用了，要不这样，你先过来，我们找个地方坐坐。行，一会儿见。就是去见那个讨厌的家伙嘛，我干嘛换衣服？我找你呢，就是想让你帮我分一分。我不是说要去澳洲工作吗？那边能多挣点。但我问萧寒呢，他就说不想去。我不明白他是真不想去，还是故意气我。你是他老师，你熟，你帮我分析分析他为什么。萧寒是个很有主见也很知道轻重的孩子，他如果这么坚决的反对，他可能真的是他心里真实的声音。不过他外表坚强，内心其实很脆弱。你想想，最近在他身上发生这么多事情，他好不容易找到你，生活刚刚稳定一些，你又要把他推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房间，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我真是我没想到这茬儿。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经济条件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我不用想了，我不去了，真的不用想了。那边澳洲没什么好鸟不拉屎的地儿，我怕在那儿啊，我能被憋疯了。我也看出来了，其实你早就在心里做好决定，
只是不确定什么样的选择对萧寒来说是最好的，所以才来我这个老师这里确定一下，心里踏实些。可以啊，火眼金睛啊你。嗯，你们不去澳洲可以，但萧寒不能不上学啊。你怎么还这么让他退学呢？不，没让他退学啊，只是你们那种贵族学校不去也罢。就是我在让他上不上学这点上，我是跟你保持高度一致的。那就让他赶紧回来啊。哎呦，你不了解他这人啊，随我，不撞南墙心不死，就让他在外面晃，等什么吃够苦了，他自然就安心回来学习了。原来如此，那你得盯着点啊，别让他在外头越走越偏。放心，我对他有信心。你不是在外面现在也在处在人生的这个迷茫十字路口吗？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出谋划策。No, thanks. 你呀，你是真不让我省心你。你怎么了？又那么纠结？你是不是怕跟公司谈判你撕破脸？不好意思，现在不纠结了。不去，怎么不去了？你上午说你再想想的，怎么现在就把路封死了？哎，毕竟在这生活40年，说没感情那是瞎话。你现在不是说感情的时候啊，现在是你人生的坎儿上，你得知道取舍，你懂不懂？其实我之前一直是抱着要走的心态待在这座城市。嗯，有了这心态之后，突然发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那么可爱，以前没注意的事情，现在都看得很清晰。嗯，每次飞回来，在上海上空盘旋的时候，它的每一处灯光，它每一处景色，都那么熟悉，那么亲切。我很难想象在另外一个城市，我在上空盘旋的时候，还会不会有这种亲切感。你呀，发现你现在你是不太适合当飞行员。你适合当一诗人。哎呀，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，我就觉着家人在哪儿，哪儿就是最美的地方。我就希望我身边，我老婆孩子在一起，在哪儿都一样。你现在是有孩子的人了，你得为你孩子想想，这得失利弊你权衡不出来吗？是，我儿子不想走。这是主要原因。我以前是想给他创造一个更好的物质条件，但觉得安稳的生活条件才最重要。嗯，而且我这么走了也理不直气不壮。你怎么叫理不直气不壮呢？你是飞行员，他们不让你飞啊，不让你实现人生价值啊。那你留下来你不憋屈吗？是憋屈，我之前跟他们吵架，但后来吧，我也觉得其实是我的心态有问题，而且。是吧？今天通知我，让我恢复飞行了。啊，你怎么讲呢？你有点变了啊，变得可能是你当爹的原因吧。你人随和点了，有胸怀了，这点不错。但是，我总觉着吧，这里头这怎么讲？破镜难重圆啊。对吧？你跟公司之前已经那样了，现在即便是让你飞，我也觉着这个不太踏实啊。我作为师哥，你的朋友，还有我是个过来人，我得提醒你，你以后啊，你可能没有这种机会再选择你的职业了。这是你人生当中最后一次选择职业，你要慎之又慎，你千万别做出自己后悔的决定，好好想想。拿这一袋酒。行啊，现在开始锻炼独立生活了。那是，地球没了谁都得照样转。你不在我身边了，我总不能饿死吧？有志气。那个，你自己注意自己的吧。我刚才吃过了，嗯，加点青菜啊，注意营养均衡。好嘞，放心吧。哎呀，今儿啊我就吃个面凑合一下，过不了几天我就能自己养活自己，改善生活了。
找工作挺顺利的？那是必须的呀！哎，好多家公司都想要我，我都选择困难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晚上必须得好好研究一下，我回头选一家工资给的高的，到时候我就去哪上班。我拭目以待。哎，嗯，我走之前，能不能吃上你公司请的客呀？放心吧，你就别嘚瑟了啊，到时候一定请客。我这不看你腰不好吗？给你买个跌打损伤膏。你要是真飞不了，你也别逞强，放心，我能养活你。喂，什么事啊？喂，叔叔，你妈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哟，她给你打电话了，那你得感谢我。她以前不是从来不给你打电话吗？我听她声音不太对，你赶紧回家去看看啊。她犯病都是常态了。爸，她今天去学校，当着我们全班的面让我下不了台，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？啊？有什么苦水，你过来倒给我听。我都听，老爸，现在你马上回家，我实在是不方便，我一露面只会更刺激的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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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妈，妈，妈，你醒醒，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妈，你醒醒啊，妈，儿子，儿子，妈，我在呢，我在。我以为你也不要我了，我以为你们都不要我了，儿子。妈妈妈，妈，没事没事，我一直在，我在呢，我在，我在。那个，那我们去医院吧。去什么医院？我没有病，我没有病，我没有病，我去什么医院？我就是爱你们，我就这么爱你们，我有什么不对吗？我为什么要去？我没有。你没有病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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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我说，对吧？不能离开我，不离开，不离开，妈，妈，我不会走的，你不能不离开我了。好，妈，你也答应我以后不喝酒。我没有病，好，对对对，到现在还不喝了，没有病。懒虫起床啦，上班要迟到啦。嗯，去就好了。我不干了。别闹了，你再不起来真迟到了。你要化悲痛为工作。没跟你开玩笑，我辞职了，再也不用像你这样起早卖命了。不是真的假的呀？那你现在又失恋又失业，你咋还笑得出来？你没事吧？你真没事吧？要不我陪你逛逛街，散散心。你叶大律师哪有假？你还是苦哈哈的去上你的班吧啊！我这几天啊，要好好休息，把前几年损失的都补回来。哎呀，丢了工作呢就没有钱，没有钱呢就没办法完事儿。过来，
去那儿拿我的钱包来。怎么了？让我可怜你啊？打开，一分钱也没有，但是有一张我老爸赞助的卡。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，天外有天有无常，山外有山有他乡，跌了撞了心还是会老地方。游离于城市的同样，错过了心爱的姑娘，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，为所欲为是轻狂，防不胜防是悲伤，后来再把成熟当偏方。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，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，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风吹草低见惆怅，但至少还有光。把烦恼痛了吞了忍了算了，不对别人讲，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。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，留下大人的模样，看岁月剑拔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。